杜璇喊的卖力，这里是台北市的传统绿营票仓中山区，现场支持者超热情，姚文智笑开怀，大概也觉得很暖心。不过其实在一个多月前，台北市长柯文哲到这里也和这位民进党里长同台，现场互动有够热络，当时被解读是柯市长拔庄成功。我讲什么咧拔庄，我都看无啊，什么个拔庄，市长来拜访里长，这这正常的代志嘛。姚文智，伊是我的同志。哦，啊，我是一个基层的党员。所以市长感觉一定是挺姚委员。当然的咯。那刚开始当然觉得媒体当然就他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但是里长很快就来澄清了。力拼选情要有起色，当务之急，姚文智不只得巩固基层，和高嘉瑜之间的党内互打也得尽速清理战场，否则辞不辞立委议题持续延烧。我只要选输了就退出政坛。我根本就是背水一战，没有人想要他退出政坛。要不要辞立委这个事情，当然党或者是整个团队大家共同讨论啊。对我来说，我都可以接受的。其实我也是提出一个建议，但这个建议有没有用，其实我相信姚文智委员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竞选策略会去考量。高嘉瑜嘞，他就会找机会来访问他一下啊。如果姚委员要跟我见面的话，机会非常的多。双方看似各退一步，但实际沟通还没搭上线。姚文智力拼扭转局势，下猛药，喊出选输就退，也请跑地方护庄。但想必接下来他辞不辞立委，依旧会是选战焦点。台立新闻综合报道。